我们给大家给你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干嘛的？卡中努伊跟米拉米达4月11日八路到5月6日伊，我来呀那个麦卡迪跟那新西亚找啊不弄伊的伊比，伊的跟那土地那到我的外，哦土个人民都崩阿拉带他木木木雕班师神连展，木脑大伊我来那路那他妈卡克西跟那土地那外，哦格玛路伊的那土地那到我的外伊沙老扎巴张阿伊的那土巴瓦烟，哦带他个米瓦里带伊马瑞达木卡木脑哇。我们要把好的一些元素啊，在这一块土地把它照顾好，就形成了这个另外第二个母，就上一个母就是天下之母，那我们是仆人，有义务把好的把它传承下去。那大妈万一那找那不弄一点那信息一一比一，各个都不打巴的，一点那都点那到我到外那么奈，都不阿拉带的木木个嘛，各都各咱都爱养着不弄的，一点那木个嘛伊那都跑外养的阿妈娃哈咪，哦那啥呀一点那爱那木个嘛伊，干嘛玩渣渣那不搞出难，哦一点那如这样那都爱的不搞啥呀个嘛伊，一点那都跑外养的阿妈娃哒。伊那巴伊的那土巴瓦烟，奥达比里那我卡迪个那达日伊，马刷马斯卡伊那巴那土西那萨伦。一个木头，一个故事的延伸。那当然，这些故事呢，都是有些是从前辈的部分，或者我们听来的，经过我们思索之后拟稿出来的，然后认为最好的部分所呈现出来，然后让学员在这个部分呢尽情发挥。一定能多的那扎我到位，一定能要伊不拿这个的个那古拉包，哦，卡住个的伊比个嘛的能多皮那拉达米，个买个嘛住，哦，卡住个的能多点扎扎卡住伊巴那那乌，一定能得嘛到位，个能多王个里沙巴基沙拉扎个嘛住，哦，乌拉能多马卡伊那巴，一定能多阿里阿里安那，阿里安能多阿那那样，哦，一定能阿米斯一定伊乌夫伊个嘛达。带到伊木达店家咖啡馆，哦，带到伊马上开一点呐，丁招招一个嘛伊，哦，阿毛带到伊马上打嘛的呢，巴斯克木达乌克兰打，旺日打个木达不打。那人生就是像应该是用雕刻的方式，把你很多的不好的习惯，哦，还有一些你认为不好的一些思考、想法，然后透过这样。慢慢的，把它剔除掉。猫咪跟着老鼠，它们想要抓老猫，想要抓老鼠，也不断的跑，狂奔，一直狂跑，最后它们也变成很好的朋友。伊的那木木木雕班师生连展呢，那个三三伊的那土地那到我到我伊，哦，干嘛问这个嘛的呢？不那巴的那个三三样，伊的那巴的巴的样，伊的那土巴那那晚干在格米沙米达，当晚干那4月11日八路干的干那5月6日个嘛，干住干那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干住巴那那五干大，哦，木那瓦大爹伊的干那土地那到我到我干的干那高伊干住努伊，哦，伊的那土巴的巴的样呢，马瑞达。祝福我老爸大力不正，我的对比也。